来绳的这个绳的项目呢，已经做出了一个28.450的高分哦。看一下他在环这个项目的一个表现。抽环使用脚，小翻环。水平转加上一字柔韧，完成的非常好。一系列的不用手的老环，连续三个右左右的大跳，仰平衡、侧控平衡加前控平衡的组合。坐转接的同时，肩倒立过，前转翻抛接的同时，做一个一流心。结束，很惊险。而且他压到环的时候，那个环的那个轴啊，好像有去打到他的包包头。啊，打到头。哦，哈萨克的选手安娜·阿利亚比耶娜。28.650的分数啊，哇，两个项目比完了，已经来到五。